WTN 甚至戴维斯杯在这边举办，测试站的目的要测试我们场馆的硬体的设备是不是能够符合赛事的要求，这是一个重点。那那是副球场，那各位可以注意到，就是那个我们树啊，就是比较重，那么跟完了之后就放在一个地方测试，那么对方要实体实际的在地板在这个上面啊，或者是没有。蔡英文总统呢，来为我们网球赛事来做执笔的嘉宾。是会外赛的第一种子，那么当初碰到了陈颖的年轻小将。Game, yo.